叫加东青，我有一个秘密，我的眼睛能看见鬼。我赵烈，灵魂摆渡人，我活了一千年，我渴望有一个灵魂，可是冥王不给我。这双眼睛是我给你的。传说中，只要吃掉太岁身上的一片肉，长生不老。当心，快走！快快走！快走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我可以变正常，我不用再过这些灰暗的日子。是你给我希望的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